大家来的时候呢，记得到那边排队，那边会发号码牌。那基本上你大概要提早一个小时半来这边排队，才有机会拿到一个半小时后的那一场。拿到之后呢，你就会有这个号码牌。那等一下呢，时间快到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到前面这一边拍一下哈，交到号码呢就可以进去啦。九十号停车场。来，拖鞋量尺寸。来，去前面，去前面，去前面那一个。来，哥哥，这是几号？二十五。二十五，妹妹多少？二十一。哥哥不。下一个是谁？等会儿，鞋号。哎，不是那个，那个妹妹的。排队领鞋子。女王鞋就可以到旁边穿鞋，准备进场喽。啊，目前里面的厕所是没有开放的，大家在外面上哦。那穿好就可以上场喽。哎呀，经过辛苦的穿鞋过程，小朋友要下场啦。小朋友会不会很害怕？会。会不会很害怕？对啊。会哦。不会。好，那等一下看你们表现哦。进场前还会检查你的装备。哥哥膝盖要弯哦。待会儿，没有方便请先将布置。